个主唱椅废怎么回事？啊？开的，我们开。你开太大了吗？你会觉得很空灵吗？这样比较好听啊。我们要听真实。啊，嘿，太微微了，一样，这样应该有吧？应该有。哎，然后顺便再讲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什么，因为吉他有两支，所以我们老师写评语就是最左边是吉他一，然后这边是吉他二，就看下面之后的那个验收都是用这样的方式，白色应该一样吧？一二这样，对，然后就吉他一、吉他二这样。如果要针对那个，等一下，如果有要带导线上来的，记得先把你的导线顺好再插上去。对，我不要再看到那一坨圈，然后全部都在下面，然后只有两个头长出来这样，把它们拉好再插上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主唱，我要再讲一次吗？对，请说。哎，我们是台南女中，然后我们的团名叫做四的船长，我们今天要唱 Just Tonight， 谢谢。好，那个，因为这首歌是流行摇滚，所以其实那个在旋律组上面的搭配会很重要，就是指两个吉他跟 keyboard。好，那